那我们元气要那个，最可爱的两种动物，帮他讲出来。小猪跟小羊，你讲完了，后面的要讲什么？好，那好，这个喂完就把空的来给他倒出去了。还有什么动物很可爱的？小猪，鹦鹉来送给你。好，再帮我讲两个。还有谁没有喂过的？